那要先发牌，四个人一人三张。小牌出了，好，开始。我发现，你这次玩的是本草。只有我一个人看到。看到什么？马上开始哦。爸爸先。来，各给我一张。哎，不要，给你，各给我一张。妈，各给爸爸一张。我忙一下。哦，好了，算了，各给我一张。没关系的，我忙一下。拿来。几张？两张都有，真好。下一位。等一下，哪一个？没有，爸爸，爸爸跟我要。嗯，跟你要各一张吗？各一张，对。所以都有。另外一种全部，另外一种全部啊，肚子痛。好，下一位。等一下，你刚刚问什么？我问这个，然后我叫爸爸给我另外一种全部。我给你几张？两张。那我就这个啦。另外一种全部，给你两张。就另外一种全部。你先等一下，不要急。你刚刚是问先问爸爸吗？我先问他。你先问他，他都给你，他给我一张，然后他各给你一张，然后你给他，他跟我要其中一种全部，另外一种全部，我给他两张。哦，那所以你给他是，那我就不要要这个，那我你给他两张，各，然后逆时针啊，本来就逆时针啊，本来就是顺时针，本来就顺时针哦，顺时针，只有麻将在逆时针，知道不？全世界只有麻将在逆时针，不要吵架，没有。那你给他两张，你给他两张。那你跟我要这个，所以狗哥刚才拿的就一定是黄色嘛？哎，你跟他要什么？你跟他这怎么问？不好意思，另外一种，另外一种全部，另外一种全部。哎，等等，没放哎，没放哎，没放哎，没放啊，另外一种。你说你没有？嗯。哥给我一张。没有。啊？你又没有？没有。其中一种全部，我。哎、欸，能丢？嗯。男生，你问哪一个？这个。这个其中一种全部。我妈各一张。哪一个的各一张？那个。没有吧？哎、欸，咦、欸，他说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换谁？换谁？换我吗？对。哦，各一张给我。你给他几张？两张。各一张。哎。你是顺时针，不是逆时针。另外一种全部。你只有一张。嗯，我就一张啊。我可以猜了吗？好、啊，算了，再等一下。预测。再等一下。你可以预测。我已经预测一个了。还可以再预测。你这两两相扣是不是？那你要玩一倍。好，换你，换你。我要另外一种全部。没有。没有。对。没有。哦，对不起。各一张。各一张吗？嗯，谁牌最多？然后各一张。你牌最多。好。哪一个？你问哪一个？各一张。各一张。一张。只有给你一张吗？另外一种颜色全部。没有。怎么可能？说。好，那我预测。换我。那我预测。你预测，你预测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嗯。你的牌都被大家看到了。好。各给我一张，王玉祥。两张。这个、哦。这个、哦。嗯。我要猜了，猜，请猜。哦，不要不要，我等一下再猜。猜。
要不要跟？不要，不要。错。啊！看我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其中一种全部。其中一种全部。啊，各一张啊，各一张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我刚给你三张了。其中，各一张。各一张啊。哎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猜的，我已经不想想了。那我知道。哦，我预测。哎、欸，我预测。我要猜，这个。不跟。谁要跟？不跟。我跟。好，你要跟。好，你跟，你跟。不是这个啦。是 follow， 翻到 follow 面。对。跟。哎、欸。唔对哦。好，来猜呀、啊。唔掉，你都唔掉啊！两蓝，哇、哦，那些卡，快哦，标准，三、四，被他看到了。嗯，我刚有转头、哦。我知道，我说两红被他看到。哎、欸，我跟错要扣分是不是？蓝红、蓝绿红都没有，蓝绿红都没有。可是我有这个，好，抵过。好，那我嘞，扣一分。他猜错哎，是他猜啊。我四分，他预测错。我看。刚刚预测红色，哦紅 色, 哦、好红色在你哥手上啊，麻烦一下，你又没有去问他，要问一轮才知道。所以王一翔几分？四分。怎么会四分？因为我预测蓝色。哦，你有猜啊？没有。哎、欸，你猜错，你也要扣分啊？没有啊，我是猜错，我不是预测错。哦。为什么？绿色没看到啊。绿色三张在我手上。我的绿色要四张才对啊！哥哥手上有一张绿的，我手上三张绿都给你了。对啊，哎，有一张在妈那边。就是我刚跟他要了嘛。换你。然后结果你猜蓝绿。扯，实扯。美丽，各一张。没那种东西啊。都没有。都有。哈哈哈哈哈！还没有。笑死了。所以哥哥有一红。没那种东西啊，都没有，嗯，都有。所以那个是下一位，我刚是。所以。对。所以换你了。我两。然后，另外一种颜色全部。另外一种颜色。没有。问那些笨问题。那如果我这次猜中？没有，你是给绿的吧？你想要知道红的对不对？聪明的小朋友。所以你只有一张红，就是刚问哥哥啊，你要问哥哥有几张红的啊？各一张给我。一張其中一种全部，很会，超会。下一位，给我两张的。没，等一下，你给要什么？两张。你问哪一个？你问哪一个？这个，各其中一种全部。各一张。其中一种全部。啊，算了，另外一种全部。对啊，各一种的全部。那其中一种全部。其中一种全部，你给他两张。对，然后我要另外一种全部。空镜啊！好，是。嗯，啊，要错了。空镜啊！你这，我应该弟弟要的。你们在玩呢、啊、你？另外，我以为我刚给的是弟弟啊。没有。没有，你问哪一个？蓝红。讨厌。另外一种全部，你没有。我没有。又换我了。这样大家都不讲话怎么玩？嗨，各给我一张。对啊，录影就是这样子啊。快杀出来！那就两张我就摘，你就摘，我要另外一种全部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我要预测啦。拿你给我拿一个，我要预测、啊。我要另外一种全部，拿过来，拿去。没诚意。啊，另外一张在哪里？啊，另外一张在哪里？你给出去了。来，另外一种全部。哪一个？哪一个？你问哪一个？
嘿嘿嘿，等我猜了，换我，我要预测，换我，这嘞，不行，猜，怎么可能？啊？不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先不跟你，我有点想预测，不跟吗？不跟吗？不要被哥哥看到哦，不跟啊，不要被哥哥看到，好，我看，我看，我看。又不对啊，又不对啊 ！Yes， 什么？哎、欸，哦，你可以看，你可以看，哦，扣分，为什么？你不是说这样几率很低吗？好好笑哦，噔噔噔噔，换我了吗？你不是说这样几率很低吗？又换我问了哈，又换我问了，被妈妈骗了，所以妈妈跟哥哥手上都有可能有一张，另外一个，另外一个全部，宝宝会给你两张。没有了。嗯？哼，骗人！换你、啊，而且我还跟错，我要扣一分。另外一种全部。哎、哦，陪玩的。陪玩的。不是、啊，妈妈另外一种全部，这张另外一种全部。沙发吧。四张哈、哦。哦，就是绿嘛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居然四张都在手上，可是黑，哦，那就是绿啊！居然四张都在手上，哦，麻烦你，妈妈有可能猜对，难怪你会说他送你那一张是笨笨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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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绿的，不是，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，等一下你就知道，我等一下游戏结束再告诉你、哦，你不猜了吗？没有，我在想我要不要猜，应该可以猜的吧？我们刚刚猜了那个东西，代表我们知道什么、啊。然后现在你又猜那个，你就应该可以知道答案了。可是我怕我猜错。OK， 我解释一下，我们刚刚是不是猜蓝？我是想猜、这个、不要解释，不要解释。要啊，我刚刚是不是、哦、我们刚刚跟他是猜蓝绿？我要猜这个啦。对啊。我刚刚是不是跟他猜蓝绿？我要猜这个。我跟他猜蓝绿，但我说我们看到了红色跟黄色不在里面，我所以不可能是红黄啊。为什么不是红黄？因为我们猜这两个，代表说我们知道这里面不可能是红黄，所以我们才猜这两个。对啊。啊，你现在又知道四张绿色，所以里面只剩什么？这样懂我意思吗？不懂。好、哦，不要再讲了，已经讲一遍了，不要再讲。那我自己猜啊、哦，是不是、嗯？不是，你猜，你要猜哪个？我猜那个、啊。好猜、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是这个？给我，蓝蓝。哪是蓝蓝？明就是蓝。然后，我再加预测嘛。为什么会是蓝蓝？三加一四，六是八分。可是我都没拿到黄色哎、欸，我只有拿到一张黄色哎、欸，问来问去都没有。黄色我有两张、哦。黄色你有，那就没办法。然后红色在我手上。然后红色在你嘛，然后两张红色在这边。预测错又猜错。预测错猜错。耶，我获胜。所以现在怎样？扣一分而已、啊。扣一分而已、啊。没关系，八分啊。那我负一啊。没有，已经结束了。哦，算掉了，好好好。睡觉。晚安。好、哦，晚安，晚安。你想睡觉对不对？没有。乱猜你。根本都没看到，你在乱猜。八八八八八，八八八八八。八。来来来，发牌发牌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不要再抽了。等一下我抽。抽。我抽。好。我抽底牌，然后两次都抽到蓝蓝的。我们分开抽的、欸。对啊。你是有收代言费是不是？没在逃跑啊！我喝完了，我饿啊！赌上我爷爷金田豪的名字，什么意思啊？我爷爷叫金田一豪，这样是？怎么可能？金田一豪有吗？换你先。我爷爷。Start， 我们应该玩那个啦，应该玩个两圈，然后看积分谁最高，因为六分很快就结束了。好来。那我们就从上回合开始算了。没有，就继续计算。另外一种全部给我。对，最低零分没有再负的啦，好不好？最低零分没有负的、啊。好。对，然后我们、啊、我们你说什么？另外一种全部。最那个另外一种全部。对。可不可以等我一下？以后我们就这样子的，就是开两圈了，反正你们动作还蛮快。好了，有一个很慢。乱猜的，总比乱猜的。你刚才没猜对。哎，对啊，你刚才没乱猜的，你刚才没猜对，总比是乱跟，浪费时没有打得慢，然后又输，有吗？哎，麻烦你，
要做笔记。各一张给我。谁啊？啊！不要不要不要问王宇翔。爸爸，你刚给了你几张？没有，我要问王宇翔啊。两张，这个啦，各一张给我。他给我一张，我给他两张。各一张给你。对。他是问你另外一种全部啊。都。这个。对。各一张给我。都有。都有。好，那好玩了、啊。这是我因为猜对的。好玩了、啊，换我，其中一种全部。哎呀，没空啊！等一下，好，我怎么觉得好热哦？其中一种全部呢？动作慢，动作快，你动作好慢。你要给我啊！其中一种全部。哪一个？那。哈哈哈！提中一种全部给爸爸。嘿。啊。你很敢呢、欸，下一位。啊、我嘞，你不是问这个吗？我没有给错吧？啊，另外一种全部，哪一个？那个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好，在他手上了，我没牌，傻傻的，什么东西啦？你应该再跟他要另外一种全部。等一下，他刚给只给你一张。对，我告诉你，你应该再跟他要一个另外一种全部，这样就变成说，你就知道他刚刚给我的是什么，而且他给你的又是什么，所以我们两个就知道。这三四张牌是什么？我跟你讲好拔拔拍掉，什么？这是基本要法、啊。拔拍掉因为刚刚已经要给出去一种全部，你再跟他要另外一种，其中一种全部，那不就知道了？两种都知道了。哦、好，来嘛，其中一种没有这样子的，来换他嘞。对，你知道怎么做了、啊、他的想法比较特别。什么？另外一种颜色全部。他手上没牌啊。没牌啊。他每次都他跟我要，然后我都没牌。蓝绿另外一种全部。两张。两张。嗯嗯。哦，那这时候怎么办？你知道吗？你只需要这样做就好。要不要换你？各一张给我。各一张吗？都有了。嗯。就只有一张而已啦、啊。然后这招怎么？等一下、啊。各给我一张。哈？各给我一张。只有一张。只有一张。哦。哎，不对，我拿错了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冷静，你冷静。我拿错了啦。你冷静。我可以换吗？好，我给你换啊。你冷静，我看一下啊。算了，不要忘了。好，快点，快点，各一张，各一张，妈妈各一张，好好好，哪一个啦？各一张，都有。好、哦嗯，啊，那我知道什么了。我也知道了。啊？那我知道是什么？我也知道啦。你知道他给我是什么？知道啊，黄。知道。黄。对啊，我可以回答，哪有那么容易猜啊？那我要回答，是红的啦。哎、欸，啊、你们很奇怪啊，不是红的，就是黄的，啊、一个猜红的，一个猜黄的，是怎样？所以换谁啦？真的是换你，换你啊！知道。嗯，我做一张牌，另外一种颜色全部没有，全部。三张的啦，好难猜哦、喔！看到没？三张。哦。哼。好好好。哦哦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我知道。三张哦。那我要猜啦、啊。猜啊、嗯。我知道是什么，我知道答案是什么。那你先预测啊，因为现在是你啊。你想猜这个？你要直接猜？对啊，不是可以猜吗？是啊。我跟一下，我跟一下。你确定？不要。你不怀疑一下吗？哎、欸，你们有没有人要跟啊？没有要看哦、喔。有，我跟。你要跟吗？不要。不跟啊！登出。我天天在登出，怎么玩啊？所以现在是我和弟弟嘛。好，这边收起来。每天在那边洗牌都洗一样。恭喜恭喜恭喜！我被哥一哎，恭喜侬，妈妈哥一张。恭喜你。不用再要了、啊。哎、欸，对，恩迪哥一张，我刚跟你要过，恩迪哥一张。没有。欸、看清楚哎、欸。恭喜哎、欸，这个、喔。恭喜你呀、啊，没有啊。蓝红。好。恭喜恭喜恭喜你，猜。你干嘛？猜猜。不跟不跟。猜猜。不跟我就要猜。什么？哎、欸、哎、欸。
讲清楚，说明白哦。不会生气哦。刚刚有猜这个吗？哦，有人猜这个。你只能猜了，猜吧。你只能猜了啦，因为我们都登出了啦。那只能赌命了。这次你不会猜对。应该大家都会喷血啦。刚红色没有嘛？随便。不知道，没有这样问的。红色几率很低嘛？没有这样问的，快点倒数五、四。蓝蓝。为什么老是蓝蓝呐、啊？哦，我洗牌都没洗干净，我洗我洗。会不会啦？哦，会不会玩啦、啊？乱跟一通啊！所以我现在零分。三分啊！是不是现在负三？负一。要么就零分就。没有，最低就零分。我玩积分游戏，是比烂的就对了啦。牌通通给我来，我一好你不要再乱跟了。红在谁手上？嗯，妈妈手上。哎、欸，妈妈你有红的。两红哎、欸，两红。哦、啊，所以。妈妈刚刚就给他红的，我不跟你讲了。对啊，然后刚刚他说到我。对啊，我就知道。我给他黄，又跟他要。我手上有三张黄。我应该跟他要。爸爸，我手上有三张黄。我的圆珠笔。我手上有三张黄，所以我才知道妈妈是给他黄。他有三张黄，阿、啊、绿没有，红几率很低，所以就来。来，这个放回去。讲的都对。对。来，这个放回去。有故意。哎，麻烦你先。技不如人，没话说。通通放回去，来，这次换王小贝抽，抽那个答案。哎、欸，我刚刚是不是有预测的、啊？我再一分。都给你们。好，三没了。这样吗？这样吗？这样吗？不能再让你嚣张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十二分，我十二分了。怎么居然有一款游戏你会赢、欸？哎、欸，怎么这样？唯一一款你会赢的游戏，太扯了。啊，不要再让你们了，这样追不回来，让太多追不回来。走走走。Mom is first。你们两个哦，就是哦，假装很会啦，都用猜的啦。啊，你不就好棒棒？对啊，都用跟的啦，对啊、跟来出的啦。都相信你们都错、哦，不跟了。他不是登出，他是跟出。可是我至少有一个猜对啊，蓝啊，蓝猜对啊。哦，对，拿回来。至少有一个猜对啊。那、啊、你的，这里这里。我至少有一个猜对啊。哦 ，thank you。Ready? Go。好啦，各一张给我，你没有，那就没有没。然后爸爸就会跟弟弟要，对啊，我没有啊，各一张给我，没有。好，可以猜答案了啊，这样就可以猜答案了啊。猜啊，换你，哎，换你，给弟弟个机会，好，反正我可以跟，各一张给我。对嘛，我就知道，彩色牌哦，换你。就有这种颜色、欸，再喊一下、欸，没有，你再更喊一个就知道了。妈，再一次，再更喊一个就知道了。各有一张，各一张给我。哪有玩中哪一个啊？这个各一张给我，红红。对啊，这样就知道了。快点呐、啊！等一下，你刚问那个啊，他给你哦、喔。对啊，各给一张啊。这样子喊完超快。对啊，超快。有了有了。等一下，好了，我要猜了。开黄，猜就两蓝了，就猜。又两蓝，两蓝两根根根根，又两蓝，没有看你手上是黄色啊，是不是黄色啊？我为什么告诉你？啊、要么就是你手上黄色，现在是不是就知道两个颜色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猜两蓝嘛，连四把，小天是两蓝、啊。乱跟那一面的，各一张给我。龙五，龙五，这个时候就聪明一点，各一张给我，各一张给我，龙宝。哼，就知道那张是我给。啊，你是哪个？对啊，换我。我要猜啦。你要猜？怎么猜？另外两个又不知道。我刚，妈妈，你刚跟我要哪一个？这个。对啊。各一张。对啊。对啊。好。要猜了，我刚刚要猜了。其中一种全部。哎呦，很会、欸，下一位。哎呦，一号牌要的很好哎、欸。两个那个，各一张。你被你哥看到了啦！一个人玩两家，好拍掉哦！换你换你啊！好，我也行。哥，你不能偷看笔记哦。你
其中一个全部给我。其中一个全部，在哪？在哪？哈哈哈一张。对啊。一张。嘻嘻什么？你给妈妈黄色干嘛？妈妈就笨呢、啊。另外一种全部留。啊？没有。你不要偷看，你的牌都被看光了。另外一张，你牌放着。两张对不对？几丢？我要预测了。撤啊！好，下一位。嗯。啊？这样叫。哎。哎。不是。另外一种全部。欸、另外一种全部是这个。欸、另外一种全部。哇，好乱了。欸、我还没换你。我唯一只记得一个没有。好，撤一下。我没换你。不要。没胡没胡。然后他牌另外一种颜色全部给我哪一个？这个，这个，两张。嗯，这还要猜就两张？没有，没有啊，知道。为什么你没有？那跑哪去了？刚刚不就两张吗？那刚刚那两张跑哪去了？不告诉你，被你丢出去了。你真的好坏哦。我们被你刚刚问哪一个？一人发一张。你刚刚问哪一个？他，这个这个。红色。一人发一张。对，红蓝的。然后你是怎么问？全部。另外一种全部。另外一种全部，然后你没有。是啊。他想要，你要错了啦！刚刚哥哥发出去了，另外一张在妈妈那边了。猜这个。这我都，你猜蓝黄要不要？不跟，等一下，那黄绿吧？不跟不跟，怎么可能是黄蓝？不跟不跟，肯定是黄绿的，不跟，换你，不跟，猜，跟不跟？不跟，不跟，他手上有黄，不跟，黄在你手上，黄两张而已啊，他手上已经在，我已经要过了、啊，已经要过了，对啊，那妈妈手上也没有黄吗？没有啊，手上没有黄、啊，我为什么不告诉你？我为什么？我说你就信啊？我为什么要分很多嘛？十二分呢，拿回来一下。等下两蓝吗？你要跟吗？黄绿不跟 ？Yes， 我跟的好。四分，我四分。啊，都给你们玩就好了。你怎么都乱猜啊？那我乱猜，我就都没有看到那个黄的啊。啊黄的，你看他跟他要了一张。妈妈洗牌果然有效，没有蓝蓝。对啊。对，你看哦，你跟我要没有对不对？我跟他要各一张嘛。啊，多一点点啦。然后大宝跟小贝要各一张嘛。啊，小贝跟你要没有嘛？所以黄就少一张啊。你怎么知道我要什么？哦，我们四家都要黄红啊，不就两只，最多只有两红而已嘛。那、啊、两红出来了，总共只有四张牌啊！我们要了四次红。哦，对，那红就一定有啊，红就两张而已啊。嗯、因为要那、啊、为什么没有办法确定？因为手上 刚我问了两次嘛，我问他有没有黄，问他有没有黄，自抽他就没有，两个人都没有黄啊，所以总共就只有两张黄而已、啊。这个好。所以红黄就确定了嘛，红黄确定后、嗯，再就是绿跟蓝啊。真搞真搞真搞讲。嗯，就搞就搞诶。啊，不然我偏要这个。还好我没看，所以换我先，对不对？啊，来来来，哎、欸，十大腿，来来，走，拿去，收，嗯，拿去，你又在过敏啊？各一张有，啊不要，其中一种全部，其中一种全部，好，下一位。哪一个？王一贝，其中一个全部。等一下，你问哪一个？好烂，这个好没有。好，这个不错。其中一个全部，你给他几张？一张，各一张。啊，其中一种全部，其中一种全部。到哪个比较好了？我看一下。好，其中一种全部。几张？两张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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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中一种全部。我刚给你的哦，没事。这个好难猜啊。我差点忘记我给你什么。小朋友换你了，对面的小朋友换你了。
十三分了。另外转颜色全部给我。黄黄的。哦，一换一张哦。一换一。嗯，一换一。那、啊、你手上是红。一换一红。一定是红。你应该跟妈妈讲，你那个时候要问说，其中一种全部给你。对啊，哦，不是我。没有，你刚刚是跟他要另外一种全部。其实你要其中一种全部会比较好一点，因为你牌会比较多。其中一个全部给我，比较好一点。对啊，你牌会比较多一点，有没有？像这样就很多了嘛。其中一种全部，那一定是蓝色。为什么？一定是蓝色。所以你手上有黄啊。哎、欸，你想干嘛？啊，换你。对啊，换我。Sorry。其中一种全部给我。给你几张？你问哪一个？那个。这是跟屁虫。其中一张全部。给你几张？一张。一张。其中一张全部。你要给一张还给三张？哈。四张。几张？四张。四张，所以这次没有蓝了。肯定啊。还是这次有蓝？应该没有蓝吧？因为你有五张，对不对？问了你就知道了。换你啊。跟问，你知道吗？跟问会不会再问一次？再问一次，其中有全部，没有。跟问跟问，其中有全部，各一张就好了。其中一种全部，另外一种全部。另外一种全部是谁？讲错。太好了，全部给他嘛，五张嘛。几张？四张。四张。四张。欸？这时候就跟他要了，是没有他手上没牌啊，嗯，刚那张最后一张啊，是啊、哦，对啊，你刚给我那四张，你现在手上四张，对啊，嗯，奇怪，所以要给你一红吗？应该吧，你没有色盲吧？没有，一红一黄两绿，你不要出去，一红一黄两绿，怎么可能、啊？那就是啦，在野的问题，等一下不是，这好笑。来，观众看一下、喔，一红一黄两绿哦、喔，绝对不是哦、喔，看不到好不好？哦，那你头走开嘛。来，其中一个全部给我。谁？欸、我、嗯。其中一张。他已经给你一张的啊。那么用力干嘛、啊？为什么给你两张？我要回来，因为你没有黄色。你怎么丢这个、啊？来，拜托一下。来，其中一张全部给我。红黄。换我们，另外一种全部。哎、欸，你预测黄了，黄都被抢走了。猜啊，你不是你猜啊，黄被抢走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一定是黄蓝，这里面就是黄蓝，你可以猜答案。猜啊，猜啊，不跟，不跟就不猜。哪有这样子的？你已经放了。你已经放了，然后人家不跟你猜。我还没动作啦，刚刚哪个啊？是变的。蓝只有四张，你还不猜？蓝只有四张，除非马上扣一张，他不可能扣。哎、欸，对面人问他蓝色、欸。好、哦，既然你都说了，赶快帮我问一下，各一张就好。那各一张。对嘛？對啊、没有蓝啊。你这个败。没有蓝还是没有绿？拜拜！干嘛告诉你？换你啊！你不会那四张是绿色的吧？你给我骗！那我手上是什么？不可能，那四张一定是蓝。就那四张就是蓝。对，那四张就是蓝。要不要跟？跟。跟。那我这个再跟。耶！你到时候全部扔出哦。不会不会不会，肯定是的。一起看呐、啊。对、啊。对呀、啊。两分。哎、欸，你猜得出来、欸？一分呐、啊。好、啊，分数拿完没有了，结算了。结算了最多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，还不是那两张，那什么三把蓝蓝被表，你们太夸张，都错。你会哦、喔，我不是。蓝蓝没有，是因为有一张蓝分。恩迪是四分，他这个没有三分的。哦，对啊。所以他是四分。我负一分。哦，没有负的啦。没有负。那我应该是三分的。什么意思？五十三分。哦。然后筹码来啊，看谁筹码多就赢。不能让。
嗯，好，还要再来吗？没有了，所以讲的好像很厉害一样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对啊，被骗了。这两个这三个都很会骗人。啊，那个有人很 gay 啦，很会被。